中庙只要重点，刚刚有时候写，中中庙只要重点。一个小时，然后你那个社员就不一样，人家校队是每天都在练，那他们学校是校队没错，可是他们自己升学为主，所以他们没有那么强调说他是民族的。那他们是民族的吗？也打过冠军没错，他们就是民族冠军，因为他们有些学的是以前我都想校队说以前是，他们练习的是留下来的。
其他场地是很多，因为他们比较没有拿到，他们比较平常，可是他们很少被到我们那边，他们没有一个，你跟他们这边拉近，一定要拉近的，对的对的，哎呀，平常只有他们，然后他只是说现在，可是当然是，他请教练说直接直接来，可是双打之前有跟一个教练，双打比较抓到那个点，太麻烦，一个教练教其他人不一样，二楼对。他之前我不知道他家，他觉得他说放我两个小时，那我就不要打了。他说他其实我会跟着你们吧。对，那他是我的中心。